道明寺走了 ，F 四是不是要从此解散了？我的心也跟着道明寺走了。哎，山菜！哎，山菜，山菜！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道明寺又回伦敦了。伦敦？你真的要回伦敦？大惊小怪，我妈的生意都在伦敦，我回趟伦敦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别骗人了，明明那么讨厌伦敦。喂，你是不是为了躲泪和山菜？我为什么要躲他们两个？阿四，啊，对了，我不是因为你才要回伦敦的，是我自己想回去。等我成了更厉害的道明寺再回来。别逗了，你能坚持两个月不错了。你要回伦敦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山菜，他应该还没确定，你帮我们劝劝他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谁也不要劝我，我明天就走。明天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正好我这个账也不在，你们可以继续交往，对不对，阿磊？你们就好好培养感情吧。正好我去了伦敦，也可以找个金发姑娘，到时候每天在泰晤士河旁边谈情说爱，过我的浪漫日子。好啊，你去啊，见不到你我更开心，你不在我过得更好。